抽一支甲醛，就有点重。嗯，对，抵抗力好，就是免疫力低了。嗯，然后刚刚说到一个山里边的那个，天天熬夜，还弄孩子熬夜，就是发生裂痕了。这个东西哈，真的是跟免疫力有很大关系。嗯，这个熬夜啊，是真的是伤那个啥，伤身体。我现在我都强迫着自己早点睡。嗯，但是是一躺下满脑子事儿。哎呀，这个店的问题，那个店的问题。现在大多数时间都在这个店。嗯，我大部分在这个店，每天我再去一趟那个店，溜达溜达看一看。那有人如果在那边找你睡觉的话，你再过去呗，打车过去。啊。这个指甲盖跟肉啊，皮肉都是 连在一块儿哈。啊。皮肉都是连在一起。粘上了。嗯。这事儿怎么办？嗯。挤的吗？挤的。前面的皮鞋什么还得用。修完了都是个大坑，你这怎么还肿了？感觉这面，但不是很疼。你自己剪了？没有，动。那你这个就是几种了？是。这脚是越来越不好修了。你自己看，啥形状这个脚？嗯，啥形状？倒钩了。嗯。